是刚不刚一列车长的111年。1月20号，那个是北门站，嘉义临铁的北门站。哦，这边放的一个编组。11点15分，他家是放了一个编组的临铁列车这样。不过全屏干嘛？咱们都订不到全屏，就可惜。哦，对，要上山的路啊。那是11点15分，说只可惜那个，就是阿里山森林铁路真的班次真的超级少，一天一个班的，是吧？好了，如果下面干嘛咱们都订不到酒，有人说蛮无奈的，突然来到北门站，哇，又没想到搭临铁的，但是基本上真的要来那个嘉义住一晚，是吧？才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。好了，如果喜欢片干嘛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就讲，整个支持就那，麻烦。啊 ，SPC，ABC 啊，这是阿里山号，放了一组阿里山号。再见喽，如果喜欢片干嘛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就讲，刚刚支持再见，拜拜。北门站哦，啊，这网址哇，古老的火车站。啊，就到，再见。